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六年六班。好，那你们开始在讨论 DLC 的时候有想到哪些问题？有想到整班级的问题，还有数学成绩的问题，数学成绩的问题，还有作业上的问题，作业就交的问题。好，那针对这些问题，你们后来有想要针对哪一个来进行想象？作业缺交的问题，你们打算怎么进行呢？用奖励制度。